跟我家里人，我是海岸线。祝你做人包装全满地，咱的海边啊，放心吧，比你好听，讲的无得看，粉丝讲你阿袂爽，我留海边无山，我大胃大肚车，安尼叫我卡纸，天涯难觅，你海边又一间一间起，我所说的水，你袂出海靠老去，粉丝唱袂你讲是你的臭味，心里人无得着，做海人也袂去，为了你一道，安尼只有当作泡沫，好康的岛，上好上爱重要是回头，跟你继续做，真假吹个真好，你去高速公路，甲乌沙比赛无天热海。台湾都是剩我一个，为着靠我，海上不管别人的生活，咱只有海上文化，无海的文化，欢迎朋友，你若但是这样来想说，玻璃看不见，我们的海，你先的海，玻璃看不见，我们的海，你先的海。吐在白话，海洋生物起了变化，你不怕，你不怕，一切都是自然变化。看到了吗？海洋生态每况愈下，我害怕，我害怕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？我试着写下，用歌词提醒大家，曾经美的海洋，它正在挣扎。海天一色，只存在课本中的颜色，黄色、黑色、绿色，却变成三种花色。亮亮火把，透明口水砍我板砸，用音高是让你不用害怕。Oh no， 又被洪水淹没，就按我做，马该风扇，我就砍我马亲妈，因为音。又是垃圾大海水，把个海洋污染空气，莫关心你你破坏大气生态环境，它正在哭泣，海洋它正在哭泣。我也看不见我们的海，你先的海。我也看不见我们的海，你先的海。好，我们刚刚讲到了核能这个问题哈，我们来给大家补充一点小常识。我们台湾现在有三座的核电厂哈，然后还要盖第四座。那这三座核电厂全世界是评为最危险的三座核电厂，也就是说我们跟核子弹住在一起哦。只要哪一颗爆了，全台湾都躲不掉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支持非核家园的话，对，来手比出人的手势好不好？来，你要你这边要看是日哦，好，我这边看是人哦。我也看不见我们的海。一千的海，我也看不见我们的海，一千的海，我也看不见我们的海，一千的海，我也看不见我们的海，一千的海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共聊离宜兰真的好近，近非常近。真的，那个我们那个原人会来说，那个不是有核电厂之前报个新闻嘛？那个核螺栓有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说那我们应该要停用嘛，有些人就建议说那个应该不要用了。他们说没关系啊，还要多少个月？96个月是不是？我也忘记，还是48个月，反正说还可以一年多还可以用，对不对？然后说他以他的官位做保证。问题是他说这出事情的话，我们在乎他还算叫当官吗？我们还在乎马英九当总统吗？不在乎。就算他切腹，还是没有办法。对啊，因为全台湾都被污染了。对啊，你看像日本，啊这么安全的国家，都会出事情的。你觉得台湾安全吗？而且这三座都会评为全世界最危险的三座，哎，你会觉得很恐怖。啊，那就是。刚刚我们唱那首歌，其实不完全是为了核能的，也是有讲到一些很多很多问题。那也许未来会为专门为核能写一首歌。因为其实我觉得核能问题不只是在台湾，其实全世界都有。从以前的车诺比大爆炸。到现在那个福岛核灾，其实核能发电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能源，它重点是而且它的核配料，我们刚不是核配料买在，都是都市人在用，但是让女人要承受这样的，对，而且我们完全找不到一个如何处理核配料的问题，全世界都没有找到，那核配料可以到10万年不会分解哦，那核能会一直污染你，对，真的很恐怖，10万年不会分解。人类的历史来多久？那有的时候也会有朋友问你说那个啊，那你如果这是反核，那你就不要用电啊。你今天演讲那个也用电啊，你也不要开电灯啊。可是说真的，其实核能发电站台湾用电量非常低，
大概10几%左右。而且我们的用电其实每年都在减少。对，而且核能发电主要供应是火重工业，民生用电是用不到核能发电，所以基本上我们真的核电在我们生活中非常没有必要，甚至在台湾是真的没有必要，因为我们用电在减少。我们要控制的应该是怎么样把核能减到最少，甚至让它完全的消失。归零，现在讲的归零。归零，好，然后那个核市场，既然在炒作到底要盖，那就不要盖了，对不对？那干嘛盖呢？把它改成一个核能的博物馆，我觉得也不错啊。然后你去供养以后可以去看那个博物馆，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。去海洋音乐节去逛。对，因为像我们去海洋音乐表演的时候，好恐怖哦！在拍照，后面就是一个核电厂在后面，这实在是很讽刺的一件事。好，那还有没有问题？